要去基地还不去基地？我不让他去。可以选中，他有期待。就你牛逼顺，队长，我受不了，我先出击。好大，好大移动空间。这里就留那些等级比较高的。保护错了，你也来，
ジャイアントリボルバー！啊，闪过了。オルトとケル。惜しい。本当に惜しかったぜ。完全不用用热血，超过了一定的伤害。385圣武帝，啊，给你赚到了。
陆地士兵。那只好这样了。好，这样一定行。果然来了。
下。到期，可以。八十七八命死了，二十二。大家都 miss， 现在需要防卫的时候，全部都要 miss。防御，说实在我现在很不想要开精神，用个臂状要二十，然后只为了打一只怪，
还是一样。命死，再来。放集中干什么的了？早知道就是先去看命中率，再放集中才对。阻止成功，什么44%？好像有说啊，击坠卡姆星就可以了，在三回合之内要想办法了。
然后他直接来了。不要中！不要中！不要中！不要中 ！Yes！ 再看一下，这交叉粉碎。哦，还蛮硬的。交叉飞碟。可以先用必中，再用体力。啊，好厉害！三倍加暴击呢，敌人又来了。好，加速。我用必中，我真是太早用了。
暴击，轰！再换这个，队友期待的，看一下啊。看不到 SP 算回两开，来看一下，当初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激战 EX， 那时候的激战好像还不能跳过那个动画，就是这个打斗画面。動体視力には自信があるのよね。挡住你的去路，不让你过去。哇哦，七千二！有人说圣战士等级满了，暴击下去快两万，还是两万，忘记了。啊，总算有必中 ，very good。有必中也没用，一剑击都打不了。原本换台机器啊，啊又来，不用怕，破然万丈。
没关系，你以后的更大。好，剩下一回合，至少我要把母舰的钱赚起来，开幸运。你们往上走干什么？有本事啊！哦，你们是要打他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挡不挡得住。那空中是 B。既然不挑选万丈，挑选我的普木红。哇，65%闪过啦！魔神力量，距离炸零点，炸零件，距离爆炸零件还有1分钟。拜拜，主角阿梅利亚。这是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本来这边也来不及回去了，在这边把这边打一打。啊啊啊！哦，还好。给，而且还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这样，刚嘴巴打结一下，原本要说再，现在说盖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一定打得中，一定打得中。当一，
刚刚不暴击，你现在暴击。刚刚剩一千击，你不暴击打一千四，啊，现在剩三百滴，你暴击打三千三，有什么用？啊，真是的。啊，这家啊哦，这边这个要进来了，这个不会，这个会，这个也会。觉醒，必中，大家看看这个泰坦。Light on three. Unan, Titan, Javelin. 还给我笑。Yeah, yeah, yeah. 痛，有够痛的。再来。装甲也有1800，还算可以。再来，还有期待吗？好吧。跟我们二十多话的时候不一样。二十多话热血开下去是10000，12000。林子先生，莫特拉斯。正面，当たっちゃう。当たりはしない。183，看一下这个，前方に集中砲火をかけよ。这台好像非大家都会用它，那期待真的太好用。后期它可以用两次，一定可以用两次期待到最后一关的时候。期待再动，期待再动，觉醒，觉醒。上面还有一台这个云月杀伐，火力系。
8500，哦，10000呢。他会进来？不会，会。赚一点是一点，没有了，没有狙击那什么的，本想说用这个天上天下念动爆射箭给大家看一下，还蛮帅的。我要用个 T-Link 充拳来意识意识吧，意识意识给大家看一下。原本是要给那个大家看另外一个的。T-Link Nakka！很简单的充拳。啊，明美玩偶，12600。为什么看好没了，放个友情就没了。嘿，好，换我们的摆饰，我们的夏亚攻击了。一击必杀，轰！哦，有觉醒了，有觉醒了。打不打的，哎，打得到哎。好，用日轮攻击。哎，等一下，好，他赶不上，这边先 safe 一下。啊，走错了，就走这边了。
日輪の力を借りて今必殺の3アタック一脚踢下去哎，没有14000多才这样，那打不完打不了。有没有想说那个爆麻过去一刀？まだまだだね。哦，打不赢你，我们打这个来发泄出气。我们刚刚用了必中，还缺点努力。我要什么都放，狙击啊，什么都没了，努力也没了，啊，状态一大堆。热狙闪弩性急避铁引加，来过去吧。什么无法反击啊？我用隐身了，我用隐身。对对对，爆炸！14000，我们的泰坦用大绝招暴击，差不多14000，然后爆马用热血也是14000。哎，这边挡住一下，好，结束。和你们不打算，他们知道他们来不及了，所以来这边打我。暴击暴击啊 ！Yes， 打不到。暴击暴击啊，不用爆了哦，不用爆，不用爆也可以打得赢。让我回想了以前，之前好像去年玩那个机动战士钢弹 Online台版的收掉真可惜，我觉得那很好玩，甚至想说如果还在的话，之后主电脑可以实况那一个，刺激。我日本的日版的要跨 VPN 的。Breastfire。5590 5560，他不是受了很多次伤害什么？有 HP 回复吗？好了，至少这关就这样结束了。啊，等一下，
刚刚如果爆马打下去的话，然后我们的万丈再打，说不定就可以。真可惜啊！デブラウデデザンザンハルニー。今のはちょっと効いたかな。一輪の力を借りて、今必殺の三アタック。暴击。如果爆马刚刚在打的话，现在应该就可以打爆了。还是还有一回合。啊，好，没有一回合。我们快速讲完话，跟人对完话，然后下午实况到这边。哦，想起了你的初恋情人，我们的一条灰头上绿绿的，绿光照顶，爱是一道光，绿色的光。魏问若说，超时空要塞系列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三角恋，要么是一个女的两个男的，不然就两个女的一个男的，一定要三角恋就对了。接下来应该就要分歧路线，分三个，一个是机动战士路线，然后一个是那个圣战士路线，然后再来就是超级系机体的路线了吧。那我要选那个机动战士路线，我们那个当初的巴尼还没有拿呢。没关系，你再几话就可以驾驶。比安博士在第三代有出现，第三世阿法。好，要分歧了。这一话玩得蛮长的，一个小时多。
好，我们要去阿克西斯。古兰加兰区野区。奥古。机动战士部队，还有骷髅队跟 TOP 部队。成员这么多，反而这边吸压的很少，就是我那个0083的部队，然后 B2F91，然后是魔装机神，哈哈哈，还有那个铁金刚，还有钢弹 W 的，然后这边就是圣战士盖特、超兽机神、电池战队。哦，我要去那个，不听不听不听。巴尼在等着我们，好，我们就存档了。44，太棒了！在11个熟练度，我们就可以拿到雷比托拉最强的机体。好，那么。下午的实况就先到这边先告一段落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黄金城的频道。那晚上呢，这个异魔约以现在稍微看一下资讯，就是说以现在我那33等的情况去打那个大夏的话呢，大约可以打到勉强可以打到50层吧，所以我们可能要浓一下，不过我会另外再找时间再浓一浓，然后把它浓比较高比较高等出来，然后之后就可以打那个真结局，最后一关魔王45000滴可能会打很久。好，那么就先这样，谢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，辛苦大家陪我到这么晚的时间，现在差不多6点。好，那么再欢迎大家晚上时间或是明天再收看我的频道直播。好，那么在这边先谢谢大家，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